欢迎收看电视书场，从这一期开始，连续三期将为您播出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盛小云出身评弹世家，1986年毕业于苏州评弹学校，师承邢燕之、邢燕春、蒋云仙，现为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，曾获中国曲艺牡丹奖、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优秀表演奖，还有文华新节目奖、江苏省曲艺节优秀表演奖等。他的嗓音甜润，擅唱讲调立调，善说啼笑姻缘，落金善导。2004年，他成功举办了个人演唱会，这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总结，也是向书迷朋友的一次汇报。好，我们来欣赏演唱会的第一部分。Thank you.